愿意的。我不准你离开啦！啥意思啊？喂！那个，门锁开啊！立新，立新，你先做地牌呀！你也是小明仔嘞！别老是讲，拄只是欠钱，已经店只乌白来，伊人呢？伊无来，你干会当离开啊？伊无来，无来，你也穿到安尼？奇怪嘞！我一个人在厝内饮酒，就算我要烫光光嘛，无人会当管我啦！你紧出去，出去！你若出去，你告诉我的情况，出去！你紧出去，讲出去，报警来呀！你敢报警？你试看嘛！我问你，乔安哥敢是真实的？你真正报警抓到你妈妈？有恁这种爸母，才是我上大的悲哀好！莫见在我面头前威胁我，讲要找你个冤屈台戏，我当然袂当不管啊！反正你也无爱骂，你也无要跟伊好好啊，就让伊自生自灭啦。谁人跟我无爱伊？你今晚马上对我两个警察叫，该扣警，替你妈妈消案。我才不会去嘞！莫让关起来，夜军嘛较安全，甚至你嘛袂阁拍阁骂伊啊！这才是对所有人拢上好的结果。你安尼出卖家己的亲生妈妈，阁敢讲是为伊好？敢不是？伊让关在看守所，至少比让你关起来阁较安全。你。什么人？你们放下，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乔安，陆家爱，那就是哥呢。林哥，是金燕君。你忘记？小川，对，是。惨啊！已经无路用走啊！若是孙子跳楼，我得喊我的脚搁会转去，甚至无命。俺本来是无跳，就一定让美国掠去。安尼赶快无活路啊！严俊，快到！金燕君跳楼逃走，燕君有受伤无？阮哥无受伤，只是看到小川嘛在跳落去，我拄只吼看到差点惊死。燕君伊脚的伤拢还袂好，你娘在连敌伊，林冠英跟我出去哦，若无就报警，讲你私闯民宅。你若搁敢威胁恁爸，我绝对让你去后悔出事做人。你好好踮咧厝，家己检讨。我先来处理金燕君，然后我会倒转来，找你做伙处理你妈妈的官司。赵医生，你最好是莫袂记哩，你已经跟阮哥离婚，已经无关系啊。你最好莫做小三，叫阮大嫂抓着。接电话，紧接电话啊！